我们要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说，在到的北斗这现在呢已经是取代了 GPS， 美国有巨大的风险嘛。这是呢在这个4月8号美国太空新闻网的一个刊文表示，北斗令 GPS 失去了主导的地位。北斗系统拥有超过50颗在轨卫星，那么几乎是 GPS 的2倍，监测站的数量更是 GPS 10倍以上，当中有许多位于开发中的国家。那么现在呢在全球有122个国家使用了北斗的导航系统，用户超过了20亿，所以呢，它还提供了更多的定位啦、导航啦跟数据。好，所以很多地区，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明显。那么在俄乌战争当中，俄罗斯是透过了强化 GPS 干扰来降低乌克兰这个部分精准的导引炮弹效益。现在这位是前飞官、国防院委任助理研究员高仲表示，可开放频率民用，以干扰敌方导航，或是透过干扰 GNSS 讯号来强化我关键基础设施的防务。那么还有这位退役少将于北辰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如果解放军来到台湾一定会迷路，好，因为 Google 连不上，没办法导航怎么办？那网友就告诉他了，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北斗导航吗？请教亮哥。我这个于北辰讲这就是笑话嘛。那请问诺曼底登陆那个80年前，那美军怎么没有迷路啊？你以为诺曼底的路好找啊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啊！那中国大陆自己也有高德导航啊，也有北斗啊，一大堆啊！啊，这个北斗本来它的技术，因为它的卫星比较多嘛，而且它因为它比较晚发展，所以中国大陆当初在发射的时候，它的高轨低轨的配置就比 GPS 要好了，所以它有很多区域甚至可以看得更清楚。这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东南亚，所以东南亚有很多国家都用北斗，甚至连美国的作战单位啊，它也会作为辅助使用，它也使用北斗啊。你不要以为美国只使用 GPS， 不是啊，它也使用北斗。是啊，那它只是因为它发展的晚啊，所以它的整个产业体系还没有完全展开了。不过现在大概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了，就是它的整个事业的体系了啊。那逐渐就会延伸开，因为它总共大概有50几颗卫星啦，哦，它就是陆续构成全球的一个卫星网啊。那也是在好像是2年前吧才整个构成了啊，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啦，我觉得这个应该还包括使用的价格啦，然后在我这个区域是不是比较准确啊？对，那因为中国大陆跟第三世界国家，这个141个国家是最大贸易伙伴嘛，所以它有很多那个卫星的基地是在美国没有的地方啦，啊，就是美国大概没有很认真去铺排这个，那中国大陆就因为它比较晚发展。所以比如说阿根廷就有啊，很多国家都有它的卫星站啊。那事实上铺得越广，然后高低轨的卫星有这样层次的铺排，那看着就会更准。所以目前已经有几个标准它都超过 GPS 了，第一个就是清晰程度了，因为我们基本上只能看到民用的，我们没有看到军规了啊。那民用的部分，美国比如说是5公尺，那北斗那个北斗就是1公尺，所以这个差距就非常大。对，他就看得更精准，精度，就精度的问题。这个有几个指标，第一个是精度，那第二个是那个我们叫做同步了，同步的速度了，就是他看到了第一时间，然后同步到你这里的时，那个我们那个我，他有一个专有名词，我一直讲不出来，叫原子钟啊。它耐秒，对对对，它那个瞬时的速度了啊，它就是立刻就同步了啦，没有时差，就是几乎没有时差了。那因为你这样长期看，没有时差又精准，那当然就是好用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它没有时间地缘，因为有时候没有 delay 的问题，就是时间地缘，时间差就是时间地缘。对，可是它有一个专有名词，我现在一时讲不起来。是，它带这两个。它有几个客观的指标，它这两个指标都赢过 GPS， 所以美国当然有一些战略学者就会开始担心嘛，因为我有读一篇文章，
那个是 GPS 当时的创始人其中之一科学家了，他就觉得美国这样会很麻烦，嗯，所以他就要求要进入新版的 GPS 啊。可是他们估计美国新版的 GPS 要成型，至少要大概2028年。哦，那这个还有好长一段时间。我所以就借用北斗啊，嗯，他们自己也用北斗啊。那除了这个我们讲卫星定位之外，一般的武器发射还有惯性导航，嗯，惯性导航是不要靠卫星定位的，嗯，它自己会有经纬度定位，是，这就是惯性导航。所以还有惯性导航做补助的，嗯，惯性导航补助之外，有些武器系统啊，它是讲的地形比对，嗯，因为把它地形用进去，地形它有立体，把它立体的地形用进去之后，这些巡弋飞弹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些武器顺着地形，因为它会地图比对，自己到就寻到目标去了。这边是河谷，那边是山，这边是建筑，它的地貌的状况，这边是河川，它寻着这些地貌、地形、地障，它就规避哦，然后进入目标。所以不是光只是说，只能靠 GPS， 网友说这个叫授时啊，传授的时间是那个。然后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还有地形比对，还有惯性导航。那就算是地面部队的话，地面部队的行进比较慢，我们知道还有指南针，还有罗盘呢，嗯，那可以做最后的校正呢。是，那比如说陆军有这50000分之1的方格坐标图，有三军联战图都有，这些都可以做，还可以做拿传统的方式来做比对，所以不是光只是卫星定位，是其他的这种补偿措施哦，还非常方法。工具还很多。是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张若愚。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？25岁之后，胶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。想要北泡泡的 QQ 脸，吃的保养最重要。皮肤好，人不老，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。实际研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，快点购，全台独家贩售。德国专利原料进口，成分天然零添加，平均分子量2000 Bq，小分子好吸收，重金属西药检验 SGS 检测全过关，品质安全有保障。一天一包 Verisso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，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 Q 弹，甚至产后补充，都十分推荐。在这里想告诉大家，这不是药，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。90天青春有感计划，拥有弹性美肌，超级 easy。输入推荐代码，还可以享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。